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我平时呢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演出啊，然后我就特别讨厌坐摆渡车，因为我花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全程的机票钱，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，结果你把其中一段给我换成了公交啊！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，有的时候那个摆渡车开的时间特别长，在机场里绕来绕去，每次都让你误以为面前这架飞机是你的，对吧？每次都是啊，这个是我的吗？哎，不是啊，哎，这个也不是，哎，这个就是，就一车人在机场里跟个回转寿司一样。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，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还没有定下来？是摆渡车司机带着我们现敲啊？这个不错，这个下去吧，这个挺大的，这个哈。上了飞机我也难受，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，我特别害怕前面的人调座椅靠背。有的人是这样，他调的时候呀毫无顾忌，就前一秒还好好的，下一秒咔一步到位，那个驾驶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。每当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伸到他头上，哥这个力度还可以吗？这个地方加点劲儿呢，这块加点劲儿。你最起码能不能假装在意一下后面人的感受啊？虚伪一点。我每次都是一边缓缓往后靠呢，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。其实你说看两眼一点用都没有，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啊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关键有的人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调，空姐一过来检查呢他就调直，空姐刚一走咔又调回去了，就跟上学的时候躲班主任一样。看来以后飞机起飞前呢，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，还得留一个在外面扒窗户啊。哎呦，我这个身高的人经常在飞机上帮人放行李，可以无所谓，我挺愿意的。只不过有些人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，他不直接跟我说，他会在我面前试，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。行李架在这儿，我脑袋在这儿，他端这个箱子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觉要么你帮我，要么我怼死你，是吧？我有的时候帮忙都不是出于善意，而是出于自保。确实有的时候那个箱子呀很小，但是它很沉，特别沉，特别能装，但那也没有我能装啊。因为一般我都会说，我说没事你别伸手啊，我来，你放那儿是吧？哎好，给你放那边了，箱子放那边了。他说啊，我以为你要放那边的，我说我也以为呢。还有在飞机上最激动的时候就是空姐发餐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那个飞机餐在平时我都不稀罕吃，但是到了飞机上啊，我如此的渴望它。那个空姐推着小车从帘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就开始悸动了。距离我还有两排，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，脑子里一遍遍台词都过好了，肌肉的谢谢，肌肉的谢谢。什么时候这个激动到了顶峰，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开始给过道另一侧的人发餐的时候。哎呀，那种激动的心情怎么形容呢？啊，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？你们但凡给两条狗喂过食都知道，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，另一条在旁边，快了快了，到我了，下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，马上到我了，给最边上人发餐了，三。二一啊，肌肉的谢谢哦，先问他是吗？不好意思。还有，我发现现在飞机上啊，那个安全演示片啊，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，但是没有人看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子里啊，没有任何的危机感。反而是充满了一种轻松的情绪，
比如这个空姐给你演示怎么给救生衣充气啊，全程微笑。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啊，这感觉就是坠毁前喝了一口奶茶。哎呀，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，是吧？这么重要的视频啊，我觉得一定要抓人眼球。怎么抓人眼球？很简单，你就跟脱口秀大会学。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迫降到了海上，但是每两个乘客只有一个救生衣，他们需要一对一 battle 啊，赢了的人呢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，当然输了的人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啊，还可以争几个复活的名额。没有争到复活名额的可能就很生气，就质问机长怎么开的飞机，为啥迫降，然后机长出来拿着把吉他啊，女士们先生们，飞机之所以迫降是因为我不想上班。我不想开飞机。你大爷，我说吧，别换一出溜。乘客也懵了，这是为啥呀？然后旁边出来个空姐，因为乘客都是垃圾。这个视频放出来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儿，哇，这个机长跟空姐太好磕了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我为什么要接在他后面？谢谢周奇墨。三二一，请锁票。二位请坐。周老板可以，简直就是嘉宾表演。周老板，你浓眉大眼的，怎么也玩上这些脏东西了呢？杨丽今天整这些脏活我就忍了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最后的尊严你怎么也这样？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，真的。我今天这个脸就搁这儿了啊，就搁这儿，不要不要了，不要。只能说我们观众朋友们还是对我们很喜爱，对这个节目很了解。这些破玩意儿就是硬哈。那个娜姐笑得最开心的就是周老板这一段。是是，确实是，嗯，就是有让我觉得就爆笑的，我觉得是这个，嗯，因为我觉得。到目前为止他是上来以后我感觉气场最强大的，嗯，他一上来就、哦、就觉得就是全都是全尽在掌控。谢谢，这是个艺术品，我跟到了博物馆一样，蒙娜丽莎这就是，对，我死了已经到博物馆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周老板就是其实很多时候特别厉害，就是在于他，你感觉这不是段吧，这就是你生活之中那个眼前发生的事儿，他只是跟你说了一遍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我怎么就那么好笑。我特别喜欢，我也喜欢周老板说的这些，就是他在生活当中这些司空见惯的东西。我真的是坐飞机的时候，你真的脑子里会，你会出现很多的那个吐槽，很多的这个想法，但是他就能够找到我们那个共鸣点。对，为什么演员们总说周奇墨是脱口秀天花板呢？就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大家都讲，但是经常你会发现，比如他上次讲完装修，演员们看完了就觉得我这辈子就讲不会再讲装修了，因为讲的最好的版本已经出现了。对，就是很厉害，如果没有最后那段脏活的话会更好。哎，我觉得那个也不脏，那个不脏，那没事儿，没有那段收不住，收不住。好，周奇墨是现在的第七位演员，那么我们即将要产生第一位晋级的朋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最高票数是多少票。98、95。我觉得是他，我觉得是他。是他，或者杨紫丽。哇，
说是谁呢？大家要知道，满票是100票，现在最高票96票，非常好的成绩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位晋级的朋友是谁？我的妈呀，太刺激了吧这也！我们觉得是周老板概率最大，然后杨丽第二，应该就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一个晋级。一定是他，所有人我们那6个摆几个数，周老板。达到了自己的预期，至于能不能晋级，是第几个晋级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他是征服了所有人，他已经把所有想要看这场演出的人都已经征服了。那4个人肯定是投票器坏了，确实。